林楚英，欢迎收看今天的《前进新台湾》。国民党在昨天公告了他的初选办法，就是在王金平他宣布不参加初选之后呢，郭台铭也跟着出招了，他拒绝签署初选的公约。很多人想说，哦，第一次注意到说，原来国民党在办初选之前有个初选公约要来签。那么郭台铭他认为就是说，哈，初选办法根本都不明确，现在需要候选人来签公约。他不止自己不签，还呼吁其他候选人通通都不要签。那么除非说初选的办法明定下来，因为他认为魔鬼就在细节中。郭台铭也在这个昨天的记者会上面特别强调的是重提了备案机制这个想法啊。当时呢，这个一出来，很多人就认为说这是一个暗杀条款。他说没有哦，我是光明正大的提出来，哪有暗杀？就是希望这个建立一个国民党的初选机制。另外，他也提到了初选，他希望纳入手机民调以及比例等等。郭台铭这个时候出招，到底盘算什么呢？加上不参加初选的王金平，他说什么？他要一路选到底，所以现阶段他不参加初选，但接下来呢？哇，大家都说这真的是充满了一个大灾问啊！国民党初选现在是不是陷入了空前的混乱？郭、王、韩、朱，再加上一个党主席吴敦义，到底现在谁在跟谁斗？那谁有可能跟谁结盟？今天第一个小时，我们要带你来了解。但是郭台铭哈对准韩国瑜出招，大家都说从这几天的发展有那种越来越明确的感觉。包括他昨天就特别点名到说韩国瑜被某一家媒体给操控，他更说其实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失败的。早在三月的时候，他就劝韩国瑜不要进中联办。但是韩国瑜啊，今天是拉了叶匡时出来背书，他说什么？叶匡时说，这郭董你的记忆可能有一些错误哦，好像不是这样，因为进中联办之前是临时决定的。但不论如何，韩国瑜他因为回答说，因为他不知道香港有百万人站出来有反送中条例这个游行，引发了网友的嘲笑。现在他就把责任推给什么？推给了这个因为去划龙舟啦，因为咚咚咚敲鼓敲到头都昏了。只是不解释还好，一解释更糟，反而被大家笑说韩国瑜是不是面对中国就是态度不敢批判，就是不清不楚。而在郭台铭跟韩国瑜之间，媒体人不只是出来呛声韩国瑜之外，现在李彦秋他也对这个韩粉提告哦，他说你只要讲我收郭台铭的钱这种事情的话，我直接提告来维护我的名誉。我们也看到其实郭韩两造这个彼此之间的交锋越来越明显了。而另外当然我们要来持续关注的是香港在反送中条款的这个游行过后，百万人上街头，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港府依旧态度是非常强硬的。他们的特首呢林郑月娥就态度坚定的宣布呢，这个12号立法会议会照常进行。而香港民间现在也发起了612罢工、罢课、罢市，要做好最后一战的准备。只是在北京与港府强硬的态度之下，到底现在对于港府民众来讲能有什么作为吗？这个逃犯条款真的有机会挡下来吗？如果挡不下来，影响的不只是香港未来的发展，台湾可能也会遭受池鱼之殃。而是有哪些部分台湾可能会被波及呢？我们要好好在节目中带你了解。开始之前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宾。首先欢迎的是国会观察基金会董事长杨立明老师。大家午安。欢迎民进党立法委员郭正亮。大家好。欢迎前立法委员罗淑蕾。楚英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资深媒体人康仁俊。楚英好，大家好。欢迎资深媒体人林玉慧。楚英好，大家午安。欢迎新北市议员党团总召何伯文。大家好，大家好。开始之前，我们先从国民党内的这个初选开始看起。那么国民党昨天是公布了5名参加初选的候选的名单，因为王金平不参加，所以就没有被纳入了。那么今天早上召开了就是提名参加初选同志的座谈会，而5个人当中，韩国瑜跟朱立伦是缺席的，只派了代表，郭台铭自己亲自到场。不过会议还没开始就先开炮，到底他讲什么？今天带你来了解。国民党中央外头，这回不是韩粉聚集，而是郭粉、郭台铭支持者来帮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郭台铭站家。不过郭台铭却对党中央初选很有意见。自民调吗？啊，我一定会坚持，希望党中央能够坚支持制度建立在前，而不是制度修改在后。因为如果不开会，我现在在这边发言，
不尊重党中央，这一点我非常抱歉。不止坚持纳入手机民调，更放话不签党中央提出的初选公约，承诺绝不恶意攻击其他参选同志，如未获提名绝不违纪参选。偏偏国民党办这场就是希望大家遵守约定。郭台铭虽然亲自出席，却先放话，而朱立伦跟韩国瑜也只派代表，尴尬场景。党主席吴敦义赶紧到场，跟周锡玮还讲悄悄话，偏偏跟郭台铭却只先握手，没说半句，似乎早知道郭台铭要开炮。反观韩国瑜代表前立委孙大千，则是直接跟吴敦义咬耳朵，只见吴敦义连点头，默默允诺。不管是亲自来，或是代表候选人，我们都要表示欢迎跟感谢。吴敦义致辞完就快闪，没给郭台铭当面开呛机会，留下五人小组严阵以待，要大家遵守公约，却被说各路人马主帅稀稀落落。郭台铭调话不签公约，跟党中央唱反调。三立新闻刘家伟、陈豪台北报道。我们来看一下国民党他们公布的初选的这个公约到底有什么？很多人都说。确实郭台铭就讲说这个办法都不明确，却要我们先签公约。我们先来看公约，当然就是约定这些候选人之间齁，没有获得提名不违纪参选，不恶意攻击其他的参选同志，那么参选人约束支持者，那不要有挑衅、暴力或其他方式影响提名。再来就是不要引导民众妨碍民调真实性的回答啊，其实你不签没有关系哦，是不会影响参选资格的。那到底昨天郭台铭是怎么说的啦？他说魔鬼藏在细节里，连初选的办法都没有，我签什么东西？那么劝所有人都不要签，不是只有不签哦，大家都不要签。好，不签反正还是可以参加比赛。再来是要有明确的制度，否则国民党比民进党还烂哦，骂得很凶。然后他希望的是什么？就是要纳入手机民调。刚刚我们新闻上也看到了嘛，有民众在国民党外举牌，就是希望能够纳入手机民调，因为现在民进党已经有手机民调喽，也比较能够做到年轻人的部分。再来，他说这个游戏规则是不是会牵动整个关键？我想问现场来宾的，就是说今天到底郭台铭出这个招是为了什么？因为如果你不签，其实没差啊，也不会影响到这个所谓初选的你的资格，你一样是可以来参加的。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我们今天现在节目当中是有白板哈，我们先问每一位来宾，六位来宾，到底郭台铭这招是为了什么？姚老师认为是保留空间，哦，郭委员认为是不可思议。罗委员觉得是争取谈判筹码。好，这个再来看看任俊，换韩的前奏哦，所以这是这个有点狠，这个最重要的人。再来，我们来看看小慧，签署包回党中央，这什么意思啊？再来，其实两个字最简单，博文说什么？博文认为就是决裂。我们先从姚老师这个来看起好了。姚老师为什么认为是保留空间啊？保留谁的空间？他自己的空间？保留所有可能的空间太多了。因为你想想看，他回应这个签署公约，他第一句话是讲说连初选的办法的细节都没有定好，签什么东西？对。什么叫做细节没有定好？就是连怎么做民调都没有确定。郭台铭非常清楚知道他有非常多的年轻的支持者，他当然非常希望能够有手机的民调。因为韩国瑜的支持者基本上缺乏年轻人，所以手机民调是对郭台铭非常有利的，所以他极力要求手机民调。可是问题呢，国民党中央到现在没有同意啊，连这个办法都没有，先签公约说不能违反就党中央的什么规定，什么规定？你党中央什么东西都没做好，我怎么签不违反你呢？所以这个第一个就认为，如果你这办法都不公平，我当然有可能违纪参选嘛。这是保留这种参选的可能性。就是说你不按照公平公正的初选办法，我当然就保留一切自己参选的空间嘛。你看他第二句话更是确定这个原则。他第二句话怎么讲？他第二句话讲说，王金平的现象不见得不会再发生哦。你想想看，这个话讲得多具体啊。什么叫王金平现象？王金平现象就他连初选都不带，不拽你党中央。对。王金平现象就是保留所有可能性。我走我的路，反正我就不跟你玩。没有错啊。走下去。然后你再想想看，王金平在过去这一个月跟一个半月来。王金平跟郭台铭非常友善的互相拉台，互相抛话，
都是对郭台铭有利的。郭台铭讲话也是对王金平最友善的。是。王金平跟郭台铭的联合，来跟国民党中央来呛或者来竞争，没有不可以啊。是。所以他们俩联合起来来维系竞选，也没有不可能啊。更何况这个公约，讲个不客气话，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当选不了的人钱。哪两个？这个话讲得很简单了嘛，一个周锡玮，一个张亚中。就是大家都忘记他们俩。大家根本就没有，没有，根本选民绝大多数大概70-80%的人根本不晓得这两个人参选的。就是媒体做民调，每次都没放他们。对呀、媒体放做民调也不放他们，就算放他们，他们出来的可能个位数字。所以根本不重要的，他反正就签了，其他些重要的真正的郭跟韩这个都没有签嘛。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说这个公约的内容要求的他们可能都不见得会遵守，当然不会去签。第一个，不能够违纪参选，这第一个郭台铭就想说我要保留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不能签这个，是签了这个等于自打嘴巴嘛。第二个，不恶意攻击其他候选人，他已经被攻击得满脸满身是伤，特定媒体要反击，没错，特定媒体他认为党中央又不制止这样的行为，他签了有什么意义呢？他认为说有些媒体或者有些候选人天天在攻击其他特定候选人，他已经天天被攻击了，每天。郭台铭常常拿了媒体报纸给大家看，你看看这种媒体每天抹黑锅，黑锅是，然后又在讲说哪些民调故意偏颇的来做。所以他第二个，这个公约里面说要制止恶意抹黑其他候选人，这其他都做不到，签怎么签呢？最重要是将来不能引导民众做虚假的民调，对，不能引导民众做，这个蛮好笑的，这不会，应该蛮值得玩味。说不引导民众，妨碍民调真实性的回答，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不能公布相关的民调吗？这个完全是因人设事。我讲白话文了，民进党不是常常也说唯一支持某某某，这个算不算？其实很简单了，这也不能讲吗？会引导民调回答方法的，就是特定媒体嘛。就中字号媒体，就是韩粉媒体嘛，就是他们嘛，他们天天在教导回答民调的手机啊、是回答民调的时候应该怎么答，应该怎么答。这个许多政论节目也在谈，他们媒体也在谈。真的到了7月份初选的时候，他可能每天在他的广告里面，在他的节目里面，天天在教导民众接到电话怎么讲。你，请问你党中央能拘束他是吗？你党中央谁都不能拘束，既不能拘束恶意批判候选人，也不能拘束，去指导回答民调的方法，你什么都不能做，请问我签这干什么？只能拘束自己嘛。所以我要保留一切空间。如果你这些最后我输都是因为这种原因，被黑了，被抹黑，然后被民调这样做掉，然后你又不肯做手机民调，所有我认为公正公平的要求都做不到，那我就不排除危机参选，我就不排除跟王金平可能站在一起，说不定跟他联合起来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个空间也包含了保留联盟的可能，当然了，结合的可能，当然不代表国民党的可能。所以说我都保留所有可能一切的空间，他不准备受制于党中央，因为党中央现在因人设事的太明显了。几乎所有这些公约都应该拘束的应该是拘束韩国瑜或者韩粉的支持者，可他完全党中央要求不了，也控制不了。那你去要求所有的候选人签，那不是白白的把我自己的手脚给捆起来，对自己非常不公平嘛。所以我觉得郭台铭至少目前为止，我觉得郭台铭到目前的反应做法都很正派。郭台铭不管他背景如何了，他现在参与国民党的参选，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他的做法都很公明正大，他赞成的就说 yes， 他反对的就说 no， 然后他觉得不公平的他就批判，然后他要求的他就直截了当说，然后这都可以受不公平。我觉得他所要求的都非常非常的能够被大众认定是一个公平的制度嘛。
结果党中央完全因人设事，不敢得罪。党中央现在丁点不敢得罪韩粉。这最妙的一点就是，党中央现在被韩粉绑架了，一层一层一层的造势，所以他现在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改，完全按照韩国瑜好像定做的一套办法，是准备要拖什么交保证金也帮他解决了，登记也帮他解决了，所有的事情都帮他解决了，然后反正就是让韩粉出来。所以你记得最关键最后一句话，是韩郭台铭，我觉得最有趣的那句话就是。记得要有备案哦。哦，备案。这个备案比不签还严重啊！怎么会有人在初选完了以后还要有备案呢？他的备案讲得多具体？如果初选胜出的人万一不能参选，万一哎，这真的充满了想象空间啊！这充满想象空间，因故不能，就是说因故不能，那就表示那个故可能已经存在在那个地方了。那到底是什么？郭台铭有那很多可能性嘛？可能是弊案，可能是别的原因，甚至于可能不见得是暗杀了。总而言之，你要晓得会在初选前一个多月就把这个因故不能参选到底都提出来，要求党中央准备备案，这就表示说我不会输给韩国瑜，不见得认输给韩国瑜。嗯，韩国瑜就算初选赢了，他可能因故不能参选呢。郭台铭还准备要做动作，让他有故啊。所以姚老师，你觉得在这样这么大白话都讲下去的时候啊，郭台铭的这一个是不是他出的第一招而已？就是先不签这个，接下来还有其他招会出？对，我觉得他应该一步一步应该都有准备，绝对不是甘于受绑捆绑，他一定会反攻，因为他现在其实如果我站在他的立场，我也会这样觉得。他现在受到不公平待遇，就是我不能跑进你的游戏规则跟你玩，对，我不能跳进你的游戏规则去做，然后什么事情都不反应，什么都不抱怨，什么都不讲，那最后我还得受你这个不公平规则的拘束，不能够啊，将来选完了以后，如果一切都是为他因人设事造出了一个候选人出来，对不起，这个我不买单。好，这个不买单，所以。郭委员，怎么看？这姚老师认为这是保留空间，那保留空间的下一步就是他其实有动作。民进党认为不可思议，民进党到底是不是也有签这样类似的公约？其实我不是说，我不是说郭台铭不可思议了，我是说国民党不可思议了。哦，我跟你讲啊，今天已经到了初选登记前一刻了啦。对。结果现在显然郭台铭他对那个民调的作业程序还有意见嘛，表示这个也还没确定哦。嗯。然后初选公约。他也认为内容有问题嘛， 对不对？以民进党来讲啊，民进党的公职参选登记哈，验资之后就是验你的那个表格，然后验完了就是登记完成嘛。如果郭董拒绝在这个初选公约上签字啊，我们民进党这个都是拒绝的啦。哦，比如说黑金，国民党是不签也其实没影响哎，还是可以参加比赛。那这个政党是什么政党？我跟你讲，民进党的那个公约的拒绝一大堆啊，什么反黑金啊，反什么两性平权你要遵守，一大堆啦。然后是个阳光法案之类的。那如果你如果说违反了什么事情，你还要公开你的资料，自愿被调查之类的，是一大堆这种东西，我们都要拒绝。那大家签了才算登记完成哦。是，你如果没有签，就是没有登记参选嘛。就等于是你不玩这个比赛。所以郭台铭等于就是说，大概明天就要登记了哈，然后他今天跟你讲说，这个我不签了，那不签的意思是你不要登记是不是？这个时候如果是一个有权威的党主席啊，比如说吴敦义，吴敦义就要跟他讲说，你如果没有签哦，你就是参选登记没有完成哦。吴敦义连这种话都不敢讲。所以郭台铭对于制度不满意，但吴敦义也不敢讲。不，显然那个制度，你都认为这个制度显然那个制度的实质性的不公平跟矛盾，姚老师讲得很清楚。对，他心知肚明嘛。比如说，民进党都纳入手机民调了，你有什么理由不纳入手机民调？是，对不对？因为他知道郭董可能年轻人支持度比韩国瑜高。人家当然会这样想嘛。那你为什么不敢列入？哦，还有比如说，刚刚也讲了很多了，就是说韩国瑜个人可能口不出恶言呐，对，可是他的电视台呢，韩粉呢，他的网络呢，他的网络呢，是，那他要不要做有责任要做约束？啊，你为什么不把这一条写上去？我说你要约束你的明显的支持者不得做什么什么行为啦，这一条也没有啊，所以我的意思说，如果说一个政党办初选哈，
大概明天就要登记了，结果今天打个来回公哦，民调作业程序大家不一致，然后初选公约内容大家认为不公平，嗯，那这个政党我看吴敦义的领导是零分啊，所以他这一招出准是对准了吴敦义吗？我想问罗委员的是，你怎么来看？就是像刚刚两位前面的来宾都是站在一种就是对于初选制度的不满意，但是大家想问啊，对初选制度不满意，但是明目张胆的就提出一个所谓的哎备案条款、备案机制，哎这起来就猝不及防，大家是真的认为说第一名出来的那个人又会再经历一次换柱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怎么来看郭台铭这个招？那个国民党哦的党中央啊，现在是里外不是人，你。顺了少矣嘛，违了故意嘛。你看看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哎，大家认为说党中央的提名办法还被韩国瑜批评说是什么权贵政治密室协商，所以他不满意呀、啊。嗯，那党中央也为了郭台铭去修改了那个党员的那个参选的办法。本来大家认为说他没有参选资格嘛，因为他没有缴党费的问题呀、啊。哦，他有一些他是不是党员的问题，可是吴敦义就一一帮他们解套嘛。帮韩国瑜解套，也帮郭台铭解套。嗯，其实我真的我良心讲啊，最没有资格批评那个党中央的初选办法，就是你郭台铭跟韩国瑜、啊，因为党中央是尽了所有的力量，对，真的王金平最可怜，党中央是尽了全部的力量，使吴敦义是使尽出那个吃奶的力量，想尽一切办法帮韩国瑜跟郭台铭解套，那都不买。那其实真正来讲，最这样子，吴敦义面对现在韩国，哎，郭台铭出警，是不外面转导会。对呀、啊，那你今天郭台铭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讲了，他说，哎，我不参加，就我争取谈判的筹码嘛。他要争取什么？他的筹码，他要什么筹码？我不参加嘛，啊，你要来跟我谈嘛？还是备胎？对啊，就是手机嘛，就他跟党中央建议了很多东西嘛，哈。嗯。那你今天好歹听一个我的，这样是不是？假如你今天他一签了以后，啊，就反正就是乖乖签吗？啊，乖乖啊！啊，我奶奶插鼻，有然后人家会讲，会吵的人有糖吃嘛，所以他当然我要吵一下嘛。我吵一下说我不签，那最起码今天所有的媒体的版面都在讲郭台铭不签那个初选公约嘛。嗯，哎，声音发出来了啊，出来说，哎，那你党中央，那你要不要来跟我谈啊？你要不要来接受我所建议的提名的办法嘛？那事实上郭董讲的说，他要求说，哎。纳入手机民调，有道理不？哎，其实我个人是认为我是支持的啦。我在节目里面讲过很多次嘛，是因为时代在变的嘛。那民进党都可以纳入手机民调，为什么国民党不可以嘛？因为现在很多的那个年轻人几乎没有在家里接电话嘛，都用手机嘛。那你假如说用年轻人的手机民调，用那个加成的，好，就是说比如你用电话民调再去推算什么年轻人多少。那有误差，对，我有误差嘛，误差会很大，对，误差很大嘛。你看当时丁守中跟那个柯文哲都一样嘛，那时候都是用那个推估的嘛，就青年人加成嘛，你要加十倍呢，还是要加二十倍呢？啊，宰人花艺嘛，所以那个反而比较容易操纵嘛。那只要你纳入手机的话，啊，就很公平了嘛，一通就是一通，两通就是两通，没有那个乘以十倍、乘以二十倍的嘛，反而更那个。那民进党可以，国民党当然是可以的哦。是。那我还要再讲一下，就是说。那你觉得那个备案机制呢？那备案机制是不是就真的充满了这个想象空间？不是啊，对了，那暗杀都有可能出现。哇，他的备案机制到时候到底是怎样嘛？哈，那就说其实也。郭台铭一直没有告诉我们是为什么他会想到这个备案机制，到底什么一个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让他觉得说哦，有备案机制。我就赢的那个人可能没办法来。我觉得郭董要讲清楚了哈。那事实上是这样的哦，今天国民党的这一个初选的这个公约哦，比如我们列的那几项，嗯，什么未提名啊，绝不违纪参选啊，啊，假如你要违纪参选，你对他是无可奈何，顶多让你开除党籍而已啊，你能怎样？对，那再来的话，你说哎，什么攻击其他同事啊，或那个，啊，你的违法条款呢？你要讲出来，就是说万一在初选过程中有具体的事证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人你要怎么处理嘛？哦，你是不是要有一个惩罚办法，就好像说我们要定法律嘛，有时候很多法律定说没有处罚的那个惩罚的那个条款，那这样啊，你顶替的法律被重上，所以当然你一定要把说，哎，你要怎么做？好啊，其实在我是支持说，
大家先把这个条件就讲好，嗯，怎么你要不纳入手机民调啊？你要怎么样啊？你要怎么样？就大家都先讲好，都同意了，嗯，你再叫他们签，就比较有实质的意义，否则签也是白签的啊，对不对？我陈江侯爷啊，就这样。刚提到了，袂调用行签嘛，啊，你干嘛有表面的？干嘛有表面的人拢袂签嘛？人家就等着，我就等着看着你嘛，看你怎么办嘛。等着给党中央出招，但是也等着给彼此的这些候选人之间来做较量。因为不是只有这个昨天哈，这个不是只有郭台铭讲话了。朱立伦他说什么？朱立伦这个话哈，听起来也是蛮有趣的哦。他说韩国瑜民调往下掉，但郭台铭没有上升，是国民党最大的危机。哎，你看他这个一出手哈，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哦。第一名、第二名他全部都打。那么呢，我们再来看这王金平怎么说？王金平说啊，他们就不参加初选了，但是会一路选到底，继续走基层，要听民意。而韩国瑜怎么讲呢？韩国瑜似乎是对于初选最满意的人，他说我有我自己的定见呐，所以我会照程序来签署。我想要问的是，这个任俊，你觉得这是换韩前奏，一下跳降太快了吧？不会啊，已经跳到换韩前奏了。刚刚所有来宾讲的不都是营造了无限大的可能性？是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变数吗？那所以这个变数到最后的结果，我现在只是先把可能会发生的结果先写在这边，就最后就是这四个字奏嘛。好，为什么会这样讲啊？当然第一个，我赞成刚刚比如姚老师讲的啦，你这个初选公约，说实话啦。恶意攻击其他参选同志、参选人、约束支持者，不得有挑衅、暴力等方式来影响提名，这个早就已经是现在进行式的。而且那个刚刚看到在座那几个，哪一个没有被攻击过？就是不敢讲而已嘛。所以就有人只能讲说：好吧，好吧，我通通都支持韩国瑜。这个攻击不是只有对不起啊，不是只有攻击其他参选同志啊，是那些没有选的，是选立委的那一些，那些议员的，都大家都被攻击过嘛。对，只要不是没有公开讲韩国瑜支持的，或者是只要有质疑讲说韩国瑜怎么样了，那个马上脸书一大堆都被人家洗版。这个在国民党内叫做现在进行式啊。嗯，那所以你现在要这些人签公约，我讲实话，公约这种东西在国民党里面哦，哎，有签跟他没签啦。我那公瑾讲，因为光朱立伦去盖马蒂莱蒂嘛，对吧？他自己也没签呐、啊。他当时当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搞了那个上一次的立委选举的时候，不是也找那些不分区的那些被提名的人讲说，哎呀，两年条款嘛，现在签吗？对，啊、签了也没用、啊，签了也没用，叫你出来选县市长也不选。对啊，不选的也不选啊。对啊，哎、我还有、啊、那个连开除党籍都没有嘞，那个一样是继续当他的立委、啊，现在还是一样啊。所以我想这个公约其实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实质来看就是说。说这件事情对于这些参选人会产生什么大的问题？比如说你刚刚提到说郭台铭讲的那个备案的机制，不是只有他讲这件事情而已。王金平怎么讲的？王金平讲说棒球赛要打到九局下，而且九局下不一定有结果，你知道？还有可能会有延长赛。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就大家觉得这个游戏已经结束了，可是对不起，突然会高潮迭起，突然翻起来。现在对于国民党来讲啊，很多人认为初选已经结束了，不就是这样吗？在6月1号凯道的时候，好多媒体都这样说，连报头都这样写。而且还有媒体直接呛说，找那个什么韩家军出来呛国民党党中央，国民党党中央一个屁都不敢放，你知道吗？他就呛党中央讲说，你们还要办初选吗？还怎样吗？就那几个人这样子，哎，国民党一句话都不敢回应啊。我跟你讲，郭台铭那边状况是这样啊，其实国民党一直有不断的跟他们。要约见面，而且前面也都见面，然后每一次见面都问他说：“哎、欸、啊，你们现在对于这个初选哦，有没有什么看法？”他说：“有，我们真的有一些意见，就讲。”哦，好，国民党的派来派去带，我们带回去研究。哎、欸，你真的很了解国民党哎，带回去研究。然后下一次呢再打电话约的时候呢，啊，你一定会觉得说：“啊，你是不是要来跟我讲说这个上一次研究的事情怎么样？”他说：“没有，我们再来约下一次见面的时间。”然后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他就说：“哎、欸，那我们现在来看，那后面应该再怎么做？”可是郭台铭他们的人就会说，哎，那我上次提的东西到底怎么样了？没有回答了，就没有了。所以你每一次的协调到后面跑出这个，我觉得为什么人家会讲说什么连初选的办法都没有？我知道有很多挺韩的人会讲说，怎么会没有初选办法？啊，初选办法就是这样了啊。但问题是，我们就讲所有的协调的过程当中，你所协商出来版本不会通通都满意，这个我们也理解。是，但是对于这些要参选的人来讲，你没有一条都是我满意的，那也太荒谬了吧？那你到底跟哪一个人协调？你到底听了谁的版本？嗯，这个是现在他们真的最大的状况来讲是变成这样。所以你光看，比如说郭台铭提的这个备案，对不对？那这个
朱立伦也讲啊，韩国瑜的民调如果往下掉，郭台铭没有上升是国民党最大的危机。是，郭台铭有没有上升，这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韩国瑜的民调往下掉了这件事情，对国民党来讲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他旁边还有一个叫柯文哲的，没事突然在议会讲说，哎，其实我收到的讯息哦，我的民调其实已经赢过韩国瑜很多。哇，这个你从各个迹象进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国民党内的人，其实我讲实话了，就我们跟一些国民党人谈，他们现在对这整件事的看法是2020年国民党能不能赢得选举的这件事情，大于在这个阶段里面到底谁出现？那就是要继续拖吗？不是，不能拖了，没有拖的空间嘛。我要回来，我要让人去继续补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郭台铭这一招是一个换韩的前奏，但是要怎么换？难道是说从初选条例的更动吗？我要回来更多讨论。国民党现在叫做门票卖了，但是规矩还没有定，所以郭董怒了，不跟党中央画押，不签这个所谓候选人的公约。但是这个公约如果是预留空间，或者是呢要争取谈判筹码，但是要预留什么空间，谈判什么筹码，直接了当就是换韩前奏。人均但是要怎么换？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的更尴尬的可能不只是门票卖，是你卖东西的钱都已经给人家收了，但是你卖人家什么人家还不知道，顾客还不知道我会收到什么商品，人家已经缴了500万，但是能得到什么不知道，这个比较麻烦啦。但我相信国民党还是一个有优良传统的政党啦，他也不可能用清点的方式来选嘛，所以我认为当然第一个会观察指标就是所谓的民调。事实上你刚刚这几个人所讲都跟民调事情是有关系的，对，也就是说当年在换柱的这个风波的时候，其实也不是突然没事就把洪秀柱拿掉嘛，你也不能只是讲说哦，因为他的这个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政策跟立场跟人家不合，所以我就把你换掉，不是这样。他当时就是用他的民调嘛，就是说啊，你的民调真的很低，你真的没办法赢，所以朱立伦那个时候才突然就跳出来讲说好吧，那把你换掉了之后他自己出来选。当时是几趴有个趴数对不对？就是他还是要去跟这些参选人比啦，就是说对国民党来讲，我觉得现在这一些的你参选人里面，其实对于朱立伦来说，我其实倒真的很想听听朱立伦在这一段大段事件里面的说法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吗？那哑巴吃黄连啊，换柱当时也是他，代职参选也是他，他有经验值啊。不是，他总是可以用他过去的经验，不管是好的还是怎么样，他总是可以提供一些想法。但看起来朱立伦都没有声音嘛，他就永远都只有讲说，嗯，我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就是对这些东西他不敢批评了啊。太明显。所以他现在变成是说，国民党现在有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是，原先这一些人愿意参加国民党初选规则跟他游戏方式进入到党中央去参加这个游戏的人，现在大家对这个游戏规则都不满。只有一个原来讲说哦不好意思，按照现在我没办法进去这个游戏规则，那一个人现在留在里面反而没什么意见，而且所有的规则为着他走，结果当初愿意进来的全部大家都不满。所以这个你看，当初哈 Keep 说你这个是权贵是闭门协商的人，现在说我有我的定见，我会签，反而是其他的人每一个人都不满意哦。所以我觉得哈，博文虽然很后面跟你讲，但是你完全的是猜中了，国民党就要走上分裂吗？哎，一个初选办完之后变分裂，真的吗？真是如此吗？我怎么太严重？我是认为哈，为什么我讲分裂哈，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哈。我认为其实郭台铭他这些所有的铺陈都只是借题发挥。为什么要借题发挥呢？因为已被累积修美本了，就是说这个累积修美本，就是说我现在已经为这个初选之后的实质分裂或形式上的分裂已经预做准备，都不要急功。我初选之后，我批评你们不能怪我哦，因为你看你们之前这些多么的不公平，多么的这个游戏规则不明确，所以你们不能怪我。为什么我这样讲？其实基本上你要参加党内初选的人哦，其实签这个东西，那个其实是很基本的事情呢。我举例来讲，它上面那个规定难道真的很严苛吗？未获提名绝不违纪参选，这不是废话吗？这个怎么会不签呢？我看了我就签了，我们闭着眼睛我都可以签呐。对，你参加初选，当然你没有提名，你就是违纪参选嘛。我有卖色，就算你不签，你也是违纪参选，你是开除党籍，不是这样吗？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基本的啊。就好像说我参加一个比赛啊，我参加一个考试，进去的时候，这个监考老师对着所有同学讲，
不要有不良的企图、卑劣的行为哦，不能带小钞，不能交头接耳，不能够作弊哦，是不是废话吗？签不签？同不同意？同意啊，签签就签了嘛，才能开始考试嘛。可是你看他为什么连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遵守规则他不愿意签？他预留了我就是我不爽嘛，我这个预留了我这个之后，你看天天被韩国时报骂，天天被韩天电视台骂。他预留了做准备，就是说我选完，我如果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公平的初选，我准备跟你翻嘛。嗯，那所以你看，我都觉得说两党之间哦，真的，你看那个政治的文化差距多少了？你看国民党他们是这样子哦，你看表面上中常会也没有像我们中执会开的那么热闹，对不对？对。哦，中常会大家主席说就算 OK 吼，一致通过，然后之后呢，现在开始也有人开始讲说。应该要手机民调，哎，当初民进党搞手机民调被你们骂的要死，被他们。现在国民党内很多人也讲说要手机民调喽。是。现在当时我们就是我们都是这样，我们丑话讲在前，透过民主机制或许会有争锋，哦，中执会大家可能意见不同，吵一吵，可是吵完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从昨天开始嘛，开始进行民进党的初选了。可是手机。国民党现在才正要开始吵而已。哦。国民党的顺序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让大家觉得选前好像是分裂的状况，可是选后我们会整合。所以伯你国民党刚好颠倒，国民党分裂的延长赛是继续有人脱党，还是有人会被换掉？我认为有人会，我认为啊，脱党不脱党我不知道，但是就会一直选到看最后党怎么处理他，他其实也不在乎了。国民党可能是故意的，要拖到你看王金拖到柯P联署来不及了。现在已经王金平讲那个把柯文哲拖下水，王金平讲那个话，其实我都觉得哈，在为。国民党未来的分裂哈，已经实质上的分裂在做一些准备了哈。他讲说什么不参加初选，但我一路选到底。对，我不认为他会脱党参选，可是他有可能这股力量会灌给脱党参选的人啊，有可能啊。如果郭董输了，他不舒服啊，他觉得被玩啊，那我就走另外一条路。那王金铭搞不好跟他结合，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哈。初选结束是国民党实质分裂的开始，不是整合的开始。好，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讲，现在呢，他们所定下来的游戏规则是到七月中就会有人选出来。可是如果王金铭讲有延长赛，要继续走下去，然后呢，郭台铭也要求说要有一个备位人选的时候，那现在到底这个初选的这个到底要不要签啊？所以小芳，最后你讲说不要围攻党中央，我觉得应该先。这是郭董他为什么不签？其实他在向这个国民党党中央宣布的一个讯息是，母汤啊，因为他觉得整个的这个初选呢，完全是一个儿戏。因为刚才呢，这是完全负面表列，什么不违纪参选啦、啊，不攻击、不恶意攻击其他参选同志啦，于约束支持者不得有挑衅、暴力的行为。刚刚大家都说了，这事实上是韩粉的现在进行式。哎，从六月一号在凯道那一场的这个韩粉的大聚集，到上个礼拜在韩粉在花莲那个聚集，因为大家也知道郭董手上他其实也有电信公司的，那他们也做了一些的这分析，就发现，在花莲这一场呢，50岁以上占全部的这个民众65%。哦，50岁以上上了年纪的50到59，然后资深的选民，对，比较资，现在应该是年轻小男孩小女孩的。对，那这个是这个反串笑话，观众可能不一定听得懂。好，那这个大概有65%，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觉得，既然民进党都已经有了手机民调，对国民党来讲。我明明看到了这一场的韩粉的聚会当中，65%的这个所有的支持者全部都是50岁以上，那我当然希望说对我比较有利的是手机民调，我希望手机能够纳入初选民调，结果在国民党真的是被排除的。那像是不要用挑衅或暴力，刚才这个博文有讲到韩天台啦哈，这个或者是韩国台，其实从大概上个礼拜五开始。晚上的这个政论节目，其实除了说新闻当中是为了这个礼拜六的这场在造势之外，对，那一直到今天，他们政论节目在做什么？在攻击郭台铭，所有郭台铭讲过的话，包括他的这个备胎啦、备案啦，然后一直攻击到所有支持他的这些媒体人，然后有影射他们拿钱的也有，然后这影射他们为什么要支持，这些其实都是现在在韩天台你可以看到的政论节目讨论的一个内容。是，所以难道没有挑衅跟暴力攻击吗？那这些是国民党现在竟然要求大家来签，所以当然郭台铭就会觉得想要加一条，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我胜出，
哦，不是，所以这就会回到不要包围党中央。为什么呢？这个其实现在真正大家应该要签的是，假如郭台铭认为他如果努力去跑选举的话，他如果努力在国民党的初选当中胜出了的话，那韩粉搞不好会去包围党中央。这一包围，以过去的这个经历，不晓得要包围多久。那国民党中央这会不会又屈服于韩粉？受不受得了呢？对，受不受得了？然后会不会屈服于韩粉的这么强大的一个威力之下？然后又做了什么样的妥协呢？所以我觉得，以郭台铭，我当然是用一个比较反讽的一个方式。但是现在面对国民党的这个初选来讲，其实郭台铭他提出来的几点，我们对郭台铭他对于中国的这个投资，他对于说他要稳住啊，帮中国稳住台商，这个我是相当不认同。但是至少对于民主，特别是国民党内要认真办一个初选，这个其实我们应该要支持的。那他所提到的，包括说手机纳入民调，是包括说这个不能够因人设事，我想这个是任何一个政党他在推出他的这个政党的候选人的时候，都是应该全民共同关心的。而这些呢，竟然都被国民党排除在外，完全依照韩国瑜这个量身定做。那所以未来国民党在这一次的初选，我觉得接下来要面对的，那可能远期的是要面对说，万一韩国瑜会被换，那这个要换韩的一个前兆。可是，在目前这个点上，就是韩粉会不会因为初选的结束而去包围党中央？这是国民党现在逃脱的一些人哈，非常担忧的。但是对韩国瑜来讲，我们知道现在呢，全台开始受到暴雨的袭击，尤其是南部的部分，现在高雄已经有部分地区开始淹水了。就像这个国民党的人讲的啦，这个韩国瑜的民调出现了所谓的急转弯，又或者是逆势往下坠，要崩跌了。那如果真是如此的时候，韩国要继续选下去，该怎么选呢？包括你看韩国瑜连问一个中国的问题、香港的问题，都会说因为他划龙舟头都昏了。那有什么事情他是比较清醒的呢？广告回来跟您了解。总统初选名单的过程当中，当然还包括大家要签署这样的一个初选公约。郭台铭的第一招出手就是他不签，接下来呢，他还说了什么？他就像我们刚刚来宾都有提到，就是韩市长被某一个特定媒体来控制，而这特定的媒体也会介入国民党的选举吗？而郭台铭还讲喽，香港一国两制失败，他三月的时候其实就劝韩国瑜不要进中联办。但是韩国瑜哦，他有回应，他就说他完全不记得。今天还拉了叶匡时来说，他认为郭台铭的说法可能记忆有误。姚老师，你会发现哈，这个郭台铭真的是开始一步一步的出手了。以前大家都讲说，因为韩国瑜有韩粉，很多人对他其实不太敢做批评。但是显然郭台铭不是这样想哎。对啊，我觉得叶匡时的讲法根本不足信。哦。他说是因为当时没有人知道。临时起义。临时起义。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去中联办，可是你因为要去香港，我先提醒你说，请你不要去中联办，这有什么不可能的？有可能。对啊，你要去还是不要去？我完全不知道你到香港去干什么。可是我可以提醒你说，哎，到香港以后不要进中联办。我们节目也常这样嘛，比如说政治人物要去一些比较敏感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先讲说，你可以去，但是你什么事不要做，什么事不要做，对啊，对不对？这当然可能嘛。什么叫做因为临时起意呢？可能韩国瑜可能临时起意改变主意，不想听郭的建议了，是，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叶匡时这种答辩是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可是你可以发觉到，我们真的不要小看郭台铭。郭台铭现在的战略位置，我觉得现在有点移动了，怎么他原来还是讨好韩粉的，譬如说韩国瑜在被认为有小三要打官司，郭台铭还会说：“哎，你的律师我来支援。”善意，他讨好韩粉，对，跟韩国瑜友善对待，抛善意。可他现在就不一样了，他现在可以这样讲，说他要区隔韩了，是，所以他就会讲出，他如果不要区隔韩，这段故事他不会讲出来。我劝你不要去中台办，中联办，而且他还讲了说我们必须坚持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的制度，对，等等等等的，这个是完全在区隔韩国瑜，还有批一国两制，还批一国两制，这是完全的区隔。他知道他原来的战略啊，
其实是无效的，因为他拉不了韩粉，因为他还拉不了，你再怎么讨好韩粉，韩粉拉不回来的。是，那可是他知道非韩粉，我每次叫韩非子。啊，韩非子，这一群非韩粉，韩非子的总数是韩粉的一倍半呢。是，你不管互比民调，郭台铭只输他5%，可是加王金平、加朱立伦的10%、10%、20%，那换句话说是6-4哎。就如果韩国瑜有40%，更何况韩国瑜只有30%，嗯，这边可能有50%。最近他出来的民调都只有20%多，所以了。所以郭台铭非常清楚这一点，说他现在战略要改变了，他去要整合韩非子的大部分，嗯，大部分，然后他就可以赢韩国瑜，所以他就现在战略调整，开始跟韩国瑜来区隔。所以再加上我们千万不要小看郭台铭的过去做事的能力，跟他的有一些魄力，嗯，这个在过去我相信许许多人都体验过他在做企业的时候这些能力。所以现在大家看啊，这个好像他这个随便讲讲中央的民调，中央的党中央国民党党中央的民调到现在连纳不纳入科都还没有定案呢，不要讲手机不手机，嗯，要不要纳入科？当然柯文哲现在还在做梦了啊，是因为柯文哲还在做梦说，哎，我跟韩国瑜一对一我会赢韩国瑜，嗯，因为柯文哲没有跟韩国瑜一对一的机会了，哎，这怎么可能？好像还民进党好像感觉民调不提名人的感觉，好像不提名的，对，他还在做这种，他还在做这种梦。可是国民党、民进党已经纳入科的民调，是，国民党要不要纳入科？这一点也要做个决定啊，因为这一点对于郭台铭能不能出现还是非常影响。一个最新的讯息，我请你帮我们回应。不甩郭台铭的反对哦，国民党初选不纳手机民调，所以这意味着什么？显然郭台铭这一招不好哦。这个那郭台铭自己有自己的做法嘛，很简单，他如果认为他是能够得到国民党多数的支持，他自己做民调，哦，他自己公布民调也好，或者做国民党做完民调以后，啊，他自己也，我们刚刚说了，我们不要排除他会退出初选的可能性，王金平不是唯一的可能嘛？是。那个对于王金平来讲，王金平为什么？姚老师，你认为也是有可能有延长赛，而这个延长赛可能不在国民党内，是直接到国民党外。对，我认为绝对不要随便去理解，要认真对待郭台铭讲的话，备案。嗯。韩国瑜就算出现，他也不见得选到底。这句话如果是一句儿童随便讲的一句话，你可以完全不在意，出自于郭台铭的口，就表示他可能心中有一定的想法，有一定的这个隐含的意义，他可能指出来韩国瑜在哪一方面有可能选不到底，无法参选到底。对，这方面都是非常有可能。他既然提出来了，国民党应该准备备案哦。嗯，他就表示那一个出现的人，因为现在不会有别人出现嘛，是，只有韩国瑜会出现，他可能选不到底啊，换韩的可能性不要被排除哦，嗯，啊，或者韩国瑜自己退选的可能性不要被排除哦，这当然有可能嘛。那韩国瑜，各位都知道选举瞬息万变，韩国瑜过去的历史，那随时都可能被抛出来一些东西，韩国瑜可能选不下去，当然有可能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郭台铭，我认为他现在初选期间讲出这个备案来，我认为他是准备充分的要坚持选下去的感觉，他没有要臣服在党中央这种因人设事的制度下的问题。好，所以说对于国民党来讲，现在如果真的韩国瑜是第一名，但是领先的不多的话，郭台铭、王金平都已经预留了一路要走下去的空间的时候，那国民党内初选该怎么办？但我们来看咯，韩国瑜说什么？他说这个因为不知道反中引发港人的抵制高雄。韩国瑜说什么？不要因为我发文太晚就情绪化。但这真的只是发文太晚的问题吗？对于台湾跟许多关心香港发展的朋友来说，现在这个所谓的送中条例，也就是防逃犯条款，到底明天后天会如何来发展跟演变？稍后广告回来带您了解。